必须在这个领域里面进行颠覆性的一种技术突破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用零一体化发第一度电的，我们在度电绝对是有意义的。为了爱向前冲，没有谁能比你更坚强。为了梦向前冲，你的未来更美丽。为格力，为了梦，不怕寒冬酷暑的坎坷，有格力更坚定，一路狂奔不觉累。一步一步不会后悔，风风雨雨问心无愧，一定一定都会实现，正是因为你的努力。为了笑容更灿烂，我的心不再孤单，天地间任我飞，义无反顾不后悔。为了爱向前冲，没有谁能比你更坚强。为了梦向前冲，你的未来更美丽。为格力，为了梦，不怕寒冬酷暑的坎坷，有格力坚定，一路狂奔不觉累。一步一步不会后悔，风雨雨问心无愧，一定一定都会实现，正是因为你的努力。为了笑容更灿烂，我的心不再孤单，天地间任我飞，义无反顾不后悔。向前冲，没有谁能比你更坚强。为了梦向前冲，你的未来更美丽。为格力，为了梦，不怕寒冬酷暑的坎坷，有格力更坚定，一路狂奔不觉累。也不是简单的为了企业赚钱来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们觉得我们的企业思考的是为整个人类的可持续性的生存去考虑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创并不标志着我们的是终点，而我认为这个首创是我们来讲是一个起点。